谢谢三位。觉得这个节目它跟其他节目不太一样，它比较是一个真实，它没有像其他节目那么就是竞争性会很强，为了收视率会怎样怎样，它是一个比较温暖一点，对，它会让你的生活和身心就慢下来，就很放松。对，比如有哪些点让你放松？真的要说吗？那就是吃的方面。